来到台东的初来部落，萨基努要来拜访一位手艺精巧的排湾族夫妇。夫妇在钻研雕刻的同时，也致力于部落历史文化的传承。它就像是一本专属初来部落的百科全书，将所学所会的分享给族人。为何排湾族的夫妇会在布农族的部落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翻阅这个字典背后的生命故事。夫妇，赛古顺。